我想每年呢、啊，一年一度的我们家长暨人生社杯的游泳比赛啊，都会在我们北新国中来举行。那我想今年啊，这个各位同学啊，我们北新国中的游泳啊，不止能够在这样的情况下的比赛，原因是在这之前有一个台风。那你们很难想象，台风的时候啊，这个整个池水里边啊，它是有落叶有多少啊，真的是很恐怖啊。在这里校长要感谢我们所有健体领域老师啊，还有我们的总务处啊跟协务处啊，能够为我们啊立即做很有效益的恢复，而且啊又可以马上进行上课。这校长想借用大家的掌声啊，感谢我们所有健体领老师还有总务处跟协务处的所有老师，好，我们掌声感谢他们，谢谢。第二个，北新国中的游泳啊已经有超过30年，你们如果回家的话哈，可以去问你的爸爸妈妈，如果是我们北新国中的校友，你们就可以去问他们，他们都跟你一样啊，有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经验。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学习经验，就像我们北新国中的机器人一样，也是全校每一个同学啊全部都要学的啊。在这里啊，在这里啊，校长再一次的那个感谢啊，那个我们所有的老师啊，先感谢我们所有的导师啊，这么早请大家过来。那我想今天呢、啊，好，那今天呢、啊，那个校长鼓励大家努力的争取啊，努力争取您班上的成绩。那我知道等一下会竞争很激烈啊，不管竞争再怎么激烈啊，总是啊。那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啊！那我也知道，同学们，你们为了班上的成绩啊，都会使尽吃奶的力量啊，各种游泳的，不管是自由式、蛙式啊，各种的方式啊，你们都会有分段的用出来啊，甚至不会刚学的，你也会用滑板来把它展现出来。我想这个是我们北新国中的精神。那校长鼓励大家努力争取成绩，但是注意一下自己安全啊。以上啊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来，我们现在要来做暖身操，同学通都有值。有帽，为什么还有人没有戴啊？来，双手观赏，引体向上，预备，一、二，脚跟离地，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来向左，一、左、二，你不要向右，你会跟它打在一起，五、六、七。八向右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来向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平，来肩关节，左右距离有限，把你的肩关节。做半蝶运动，向前两个八拍，向后两个八拍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向后，三二十四拍，七八四二三四五六，髋关节，髋关节就是你的屁股，一二三四五。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换边，三
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膝关节半蹲，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半蹲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停，来，现在通都有向左转四十五度，左边转四十五度。待会起立蹲下的时候，请你注意一下你前后的距离，你不要撞到旁边你后面的阶梯了，不然你我跟你讲往前掉。啊，如果是最后一道往前掉的话，你会全没倒，你会全倒。来，各位，一，注意一下，你起来一下，二。